爱很奇妙四个字，会唱一起唱。
把自己拿出来了，这是最大的一个挑战。那这个专辑呢，就是 Crazy， 也是那个疯狂的人。如果你要我介绍你的专辑其中一个特质，这样会是什么呢？这疯狂的人 Crazy 啊，最主要是就是整个的态度，就是希望鼓励大家不要放弃，不要轻易的退缩，要以一个疯狂的态度，还有就是没有问题的态度继续站起来。It's a crazy attitude, so be very positive about what you're doing. That's right. Just go on and achieve what you have dreamt to achieve in life. That's right. Dream big and take the stage. And that is our motto for today, right? 我想问叶谁可以说吗？你从12岁开始创作音乐了，你那么多的灵感是从哪里来的？其实灵感就是。很多时候就是我们在都市繁忙的工作都忘了，就是给自己静下来的时间，就探索自己心里面的一些感受。所以很多时候做音乐或者某一个创作，甚至跳舞做一些搞艺术，他们都需要很多静下来的时间，去摸索自己的心里在进入一些什么状态。这样子的话，很容易的灵感就来了。我想要支持叶敦的专辑呢，就在我们的大门口上 Download Music， 那你可以购买到哦，一张就19元，对，19元嘛，对不对？好，那就大家就踊跃的支持我们的本地歌手叶敦宏耶，好，谢谢，谢谢，谢谢 Brandon，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好，继续鼓励啊。We are done with the vocal solo category. We are done with the vocal group category. And now, ladies and gentlemen.